子健，回头一看，感觉已经发生了不少的事。这么多让人难以忘记的经历，我想将它们全部好好留存起来。怎么样，我们这里还不错吧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，我快记不清以前的样子了。夏琳姐姐快来，哥哥的生日礼物我都准备好了。好怀念那时无忧无虑的日子呀。说好了，记得要带雷贝一起来呀。